你知道这位潮汕籍导演吗？蔡楚生。1918年，刚刚12岁的蔡楚生被父亲送到离家不远的汕头市，在一家经营中外杂货的商店里当学徒。的确很难找到蔡生在潮汕的踪迹啊。为着个人的出路和种种关系，我不能不放弃原有复杂的生活。你会清楚哈，当初不是我妈在这去找人，你想当了金金吗？当初我也想要找工作啊，是他平安在你工作让我不得了，为了你的上帝给我好不好？我每天都在知识和生活的两重恐慌中熬煎着。爱老早啊！啊，人后生人过爱风啊，我还是过不习惯。有没有觉得这两个新进起来的地方很像两只大手，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往外拉？